玩这个英雄应该放一个什么呢？哎呀，不走位点点点炸，空俩 W 其实挺伤的，不应该空的，其实我操！你再给我躲一个！你要躲一个，我看，我看你还能躲掉。妈的，我一你一下子，我看你再躲来。啊，再躲一个，再给我躲一个。干啥呀这？干哈？这不死了吗？呀，这没死啊！哎呦，这都没烫死。呀！别再跑了，我饿。拜拜。我相位猛冲怎么样？碰不着我。你干哈呢？啊？你干哈呢？哎呦我丑哥，你丑哥怎么带闪现吗？哦，点烟。先这个样子吧，出门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炸一下。哎，吃药，追吧，大夫，平 A， 平 A 扣。挺能走位呀，我一看呢，这是一会儿俺们出个兵仗啊，这波可以杀。你干哈呢？你在干哈呢？我操！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，
月致命点烟，弹弹弹弹弹，死我一个勾。W E A 平 A， 再见。跳弹，小丑有皮孩吗？有皮孩，没关系，我溜了。你干哈呢？还追呀？别没完没了的了，别追了啊！我来个扫描吧，不行，不能带扫描。这火蓝这英雄不能带扫描，带扫描可完了。先来个仪式的章节，再来个征服典籍吧。谁按时打不包了？没事啊，这把只要卡萨丁别起来就行。卡萨丁其实卡萨也比较克我们。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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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是他皮了。他连碰都碰不着我，老折磨人了。我跟你们说这玩意儿呢，哎呀，这小丑800遍了，来呀！我天，直接美甲窃魂卷吧。多少钱？400刚才。这把你输必叠不起来。那炼金上线就40，上线就40，怎么叠不起来呢？随便叠。我得赶紧拆了，下路塔没了，这下路真是遭殃啊。
干哈呢？弹。耶！上线就四层，有啥叠不起来的？卡萨丁来了。哎呀，这咋那么多人呢？还有那小丑，没地方去了是吧？天难玩啊，小丑，收一下塔吧。关键是啥呢？那人家一直赶赶我，俺们家下路还崩呢，也不知道这干哈呢。你说，这哪能行呢？那亚索不压卡萨丁压的挺香的，怎么跑上路赶上来？我们得抓紧时间出皮海啊！老弟，你在干嘛呢？你这么说一下子，那能那么走吗呢？弹！有没有 Q 闪？当这都能勾着我，我属实是没想到啊！完了，这波我们死了以后可有点难打了啊！属实是有点难打了。我们还是得去杀着炼金，杀别人不行。来没来追我呀？啊，没来，还行。赶紧把上塔拔了。二塔没了，算了，没吧，再补一波吧。头倒不用。过来，来，可以打一波。打。
卡莎一杀，这不完事了吗？游戏结束。假的。1000块。小丑啥意思啊？啊，小丑啥意思啊？嘿嘿，晃啥呢？十层美甲窃魂卷。我跟你们说，马上对面就开始针对我啊！马上，等。所以我们现在立刻要出一个装备，这个装备叫做中亚沙漏。我马上要贴脸放大，中亚沙漏这是必备的啊！来打，这干啥呢？这炼金呢？杀他最好是不要放大招啊，不要放技能。哎呀，小丑！不行，这 ADC 穿的太他妈快了，我打不着他技能啊！你别代线，跟我们团啊，一代线就死。杀 ADC， 不要杀别人，就杀 AD 啊！所有人跟我就杀 ADC， 他就可以赢。你不杀 ADC， 他赢不了。带个扫描来。可以打。打！亚索，亚索，往里走，往里进呢、啊！你们不往里进，我怎么打打 UE 啊？天哪，兄弟们啊！往里卖呀、啊！是 ADC， 杀 ADC 能杀了不？差一下，还行。哎呀，完了，卡萨丁又变成爹了，我操！先来个法穿海。插个帽子，插个帽子加冰杖。卡萨丁怎么办？卡萨丁没办法，不知道怎么办，那只能慢慢打。中路没破还行。
真他妈的搅屎棍，他连一件装备都没有，他21分钟。小丑死了，可以。弹弹弹弹弹，叮！打死卡萨丁，换吧。快走啊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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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我不死了吗？啊，我不死了吗？就别，这就别打了。不行，我得来个征服典籍。换呗，我们跟他们换也没有关系，可以换。换着换着，一会儿那卡莎不是卡莎呀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呢？沙米拉，一会儿沙米拉起来了也行。这一把只凭我们一个人是赢不了的。别打了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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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了！我平 A， 哎，我操，这英雄！哎呦，我打赢了，兄弟们，后边有小丑啊。赶紧把下塔拔了。小丑杀俩，其实没打赢。你变相的给小丑加装备。其实这都没打赢，根本算不上是打赢了，知道吧？我们直接就完全就堆伤害，根本就不要那个，根本就不要肉装，就伤害能有多高就来多高伤害。亚索一直在收人头，看着没？那萨米拉也一直搁那收人头呢。一会儿这卡莎就没有上装备，知道吧？一会儿装备我们就比对面好，可能。假窃魂卷不好卖呀，不卖了吧？这个就算一件神话装呗。这差点钱，差15块钱，等一等吧。
为什么不等我呀？他移动速度好快呀，我操！先把泰坦杀了啊！他500移动速度，我那技能都撇不着。小龙，你说这回你们又不来了？来小龙啊！你干哈呢？你快点下来呀！叮，别杀卡莎。技能上给你们打着了，你给我把他杀了！我操！小丑没死啊，刚死的假小丑，龙谁的呀？啊，俺们家还行。我看你连炼金你都打不死，你这怎么会有这么笨逼的螳螂？哎呀，我操！别打了，你们两个打四个呀，你等一等吧，别打了，也没有小兵。哎呦我操，三米了，那可以三米了。我发现我一点信号他们就打赢，当然也是那小丑伤害不够，那小丑伤害低的一匹。嗯，我出个啥呢？真不经夸，一夸就死。打没打大龙啊？还好啊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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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卡莎打不过亚索啊，那旁边有人儿。你别往下走，那大龙。真他妈的！你干哈呢？累，拉倒吧。累，我也累了。
等一会儿吧，先别打了，先别打了，先别打了，我人不在，我直接先来个虚空之杖吧，最后把这换成帽子就可以了。人家家大龙 buff 那四个打五个，还是我人没在。小丑，小丑，小丑，真他妈的，全死去吧，不管了。晕了，爱死死吧，这么乐意死，你让你们死一会儿挺好，喜欢死死吧。嗯，哎呀，没抠出来，差一点点。哎呀，抠出来卡萨丁死了，没抠出来。卡萨丁十七，不是，还行，基地不能爆炸。把小龙拿了去吧，去把小龙打了吧。我看看大棒跟这个杀银叔差多少法强啊？差四十点，但是能多5%的捡息地，差不了太多吧呢。我也累了。小丑来了吗？小丑没来呀，你给我点啥呀？打了个春哥还行，按两下就行，按一下把它亮开，然后再按一下它就关了，有用，你按两下等一会儿它就关了。没事，我死死吧，他满装备，他们也推不了啥玩意儿了，我把他春哥给换了，下波还能好打一点。亚索死了，亚索死这儿了。我是碰上你们呀，我是真是妈的造孽，真是造孽，作孽呀！